看不到，走我的开张了，何况说料子，有啥就聊啥，我的视频都不怕呢。又卖多少？卖点差不多就18点，边群那里在，来新宾馆也在，就卖点小东西，还要你们照顾啊。豪哥，你帮我开个张，我帮你开个张吧。哈哈哈哈。 真的，我昨天被大头坑了一波，所以的话，我今年我过来不坑你一波。你那个东西都是一分价值一分货的东西。这个料子开个张了35,我不骗你，这个料子我开出来绝对要卖50,000,000，是不是看着没表现？对，一碗品，干嘛？没表现，看你是个大妈看，真的，一看就舒服。OK， 把这个搞了，这种东西，我一个外行都喜欢的东西啊。你这种太有演戏的成分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但东西确实好。直接35,000给你，这个。 你信不信？啊，这么贵？看不到，啊，你真的你也学人家了。来来来，拍视频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直接把它开了。一个这么多年的老大哥，居然不相信我的眼光，真的我太心寒了。开出来给你们看一下，不是，只是给你看一下。好，赏到手，来，见红绝对涨，看你自己看，够不够？ 干斩掉了，干斩掉了！走我的开张了，何况说料子。当时看那个皮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，这个料子是绝对能开张。他那个油性太好了，虽然可能压灯没什么表现。要兄弟5万块让给我，现在不出了，我待会开完之后，我明天要放中介，好歹喊你一声豪哥，35,000你都不舍得给我开个张。现在你给我说5万，给他留一点，他还可以扩充啊。咱们都嘛，再加一点嘛，行不行？不卖了，我这心寒，我不卖。